新疆这20个景点看看你去过几个。一、禾木村，充满了原始的味道。二、瑶池，不二仙境，天山第一胜景。三、白沙湖，独立于浩瀚沙漠中的原生态沙漠湖。四、唐布拉草原，一步一景，如诗如画。五、哈密雅丹大海道，国内唯一可以合法穿越的无人区。六、罗布人山寨，最大的原始胡杨林保护区。七、穆氏塔克峰，东帕米尔高原三大高峰之一。八、塔克拉玛干沙漠，中国最大的沙漠。九、帕米尔高原，中国四极的美丽风光。十、喀纳斯，著名三湾之一，摄影爱好者的圣地。十一、阿克塔斯草原，观云卷云舒，听花开花落。十二、乌尔河，魔鬼城，中国最美的三大雅丹地貌。十三、独库公路，被誉为自驾天花板的最美公路。十四、集人间峡谷之妙兼天山奇景之长天山神秘大峡谷。十五、国子沟大桥，新疆最大最重要的桥梁。十六、可可托海，美丽的蓝色河湾。十七、世界上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库木塔和沙漠。十八、空中花园，那拉提空中草原。十九、赛里木湖，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。二十、霍城，中国薰衣草之乡。